Good morning. 最后一个要成功了。啊，你们要拍的比较安心，因为是不好。喂。OK， 我们刚刚遭到驱逐，我们先。那曹俊的心情是怎样 ？So bad 。我们现在准。
时的事情。干嘛？不要硬要啦。好难吃。哦，真是很难吃耶，炒过没味道的感觉。然后味道超恶心。还有一个，哦。没有。会让我觉得。第二个 SPA， 你在干嘛？帮你拍照。好，滚！哈哈，好痛啊！你真超累了。他男生哦、喔，对，拜拜。等下说他帅。帅哥，帅哥，好帅啊！好帅、啊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Fuck that. 刚那娘炮啊。Peace.